现在那个你看我头里不舒服啊，现在我看到好多头头脑脑啊，头头脑脑的意思都是政客啊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，突然一下子现在焦虑不安了，突然一下子发现整个世界都失控了啊，在他看来失控了，因为原来他总感觉他是操纵着这个世界，掌握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握在他的手上，突然感觉他握不住了呀啊，他握不住了。不要说握着这个世界了啊！现在他相当于现在他是，什么一个情况啊？那个我们知道单干吧啊，单干一根横杠啊，挂在这边，他自己挂在上面啊，自己挂在上面都挂不住了，不要说要操纵人家去了，他连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哦。现在我看到一个个那些政客，那些头头脑脑啊，头头脑脑都是每个人都在那个抓着一根杠杆啊，就脚是悬空的，就这人自己吊在那边，自己吊在那边，他自己突然感觉吊不住了，吊不住了呀啊，吊不住了，眼看着自己吊下来了，吊不住了呀，好像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原来谁把他送到这个位置上，原来魔给他送到这个位置上了啊，魔把他拖上去的啊，你给我拿着啊，然后你听我这个指挥啊，就是一根棒棒挂在那边啊。那个魔抱着他，拖着他，他是手一抓，哎，他认为很有力量。你看，谁也没有我这么牛的啊！人家那个如果这个动作放在那边，支撑不了多久就掉下来。你看我就不掉下来，你我就是一个世界的强人，就是不掉下来，就是一个世界的强人，就是一个世界的强人。现在啪一下子把下面的魔给打掉了啊，灭掉了，灭掉了以后，突然他感觉是没力量，抓不住了呀。这个时候他挣扎，哎呀，下面就是。就是那个漫长深渊，人家有一句话叫做"爬得高摔得痛"嘛，爬得高摔得痛啊，他爬的位置太高了啊，他们爬的位置太高了啊，已经你爬到那高到不切实际的程度了啊，原来别人嘛，一般的人如果真的要拉那个杆上的话，也就拉起来一点点啊，你掉下来的话还能那个着地啊，现在那种人一松手的话就粉身碎骨，谁挂的不？拖得那么高的，就是膜把它拖上去了。现在拖到了膜没了，现在就要粉身碎骨了啊！现在那个，包括人家那个选举的时候，说多少张选票把它拖上去了啊，还当了总统说哦，拖上去了。现在呢，现在死翘翘的，这悬在空中，空中抓又抓不住，自己又抓不住，后面又没什么地方，没有人拖啊，完了啊，彻底完了啊，死路一条啊！背后操纵的人也是拉在上面的。一个一个被拉在上面了，因为像数罗嗦这样的话，你说有多少力气能够还自己拉着啊？完了，这他妈干掉的，那些头头脑脑的完完全全彻底死了啊，完完彻底死了。有的人呢，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追求啊，我就是把一片农田，开垦一下啊，把一块不叫农田，一块地开垦一下，种个菜园子那边。他也没有什么位置可以爬的啊，就在地上啊，也没有去抓这个，哎，这种人反而稳啊，反而稳，不是悬在那种空中的人会摔死，哎，那个实在是脚踏实地啊，脚踏实地的人呢，很稳，没有一官半职的啊，但是啊，随着魔的一个个效仿，人民的力量起来以后啊。自然而然把那些有水平的、有道德水平的、有能力的，慢慢被民众推上去啊。民众推是下面就一大堆的人顶着他，然后抬上去啊。抬的位置也不是说这个无限高啊，也就一差不多一人高，踩在人的头上，下面都是人呐、啊。你想掉也掉不下来啊，因为下面人都是拖着嘛。那种上去是被磨脱了一个，挤在一个杆上面，挤在一个杆上面，那个就一个磨脱的他。那个膜一离开以后，梗就摔下来了啊！现在，每个国家的那些领导都是叫岌岌可危，岌岌可危啊！10天之内，一个个倒台啊！现在可以看到啊，那个影像当中看啊，因为那个外星说10天之内，把那个他们拖他们的膜一个一个灭掉，一个一个灭掉以后完了，然后他就一个一个摔下来啊，就这个样子啊！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